岛就表示什么？我们离本岛又在出海往外扩张了一点点，所以搞不好下次就会再往外扩张到日本，再往外扩张到韩国，再往外扩张到泰国，最后再往更外面扩张到美国。Oh my god！ 我们异想天开，现在很有钱。我们很穷，都是求来的，请各位干爹干妈快点来找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下去，拜托拜托。我们今天这次来绿岛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因为绿岛呢是潜水天堂。我本人呢是一个潜水爱好者，你知道吗？今年夏天我好像才潜了几只而已，直到来绿岛挑战海底摄影师，你知道这个兴奋度是在沸点的，你知道吗？海底摄影师，哎，也太棒了吧！这个任务，海底摄影师，你可以在海底看到很多生物，而且还不用自己出钱，对不对？还有专人接送，然后船票什么都是制作单位付，完全就是一趟免费的圆梦之旅啊！还可以领薪水。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我真的觉得太爽了。制作单位一定觉得这一年来很亏欠我，才会安排这一趟旅游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先出发 ，Go！ 林姐，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到了，再等我一下下。而且来绿岛这边一定要每天都在玩水啊！我早上我们看到我头发湿湿的，因为我已经先去玩水玩完了。天哪，这里超多地方，超漂亮的耶！会有一系列网美照，到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 IG 上面，因为这里太好拍照了。然后绿岛的潜点又非常有名，我今天终于要算是圆梦之旅，终于要来绿岛潜水了，好开心哦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也要去潜水啊！你要去潜水哦？我潜我的，你潜你的，我们分开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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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今天是你的 model。我 model 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有人要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什么意思？今天要去挑战海底潜水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去潜水啊！要挑战海底潜水摄影。没错，一定要。那不是摄鱼吗？摄鱼。摄我。我们不是要拍鱼吗？我们会动的，我们都要拍。我会动的我们都要拍，可是它不下水，它就不动啊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拍啊，不是吗？我们要有人，要让这个画面美观。啊，傻眼！所以我今天是要拍它的意思。对，都要。你们为什么要浪费钱拍？我们拍鱼不就好好了？不行啦，鱼那么可爱，鱼那么美，绿岛的海底世界这么丰富，你还要花钱拍一个发一个模特？不是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。好啦好啦，反正我今天挑战海底摄影师，除了要摄鱼之外，我还要摄人就对了。学姐也只能帮学妹服务了，学妹好好摆 pose。谢谢。我跟你说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拍不好绝对不会是学姐的问题，绝对都是因为学妹 pose 摆不好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，哇，谁叫你穿比基尼啊？给我包紧一点。我包的那么紧，我包很紧啊，我下半身就马上穿。上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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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海水啦，尤其水，它把颜色洗掉，对，就乌龙，然后红色就不见了。对，它水里看都是蓝蓝绿绿的，鱼看也是蓝蓝绿绿绿的。花蟹如果是红色，就是紫色，对，就比较深的颜色。所以我们还要加灯。灯如果把它打上去，这氢的剧组打上去的话，比如说一个颜色它就会换，黄色就变红色，红色就变紫色，穿什么衣服颜色它就会换成蓝色。嗯，dançar o chachado, a rebela rachada no meio do salão. Vem dançar o chachado, cabrocha bonita do meu coração. Vem dançar o chachado, a rebela rachada no meio do salão. Vem dançar o chachado, cabrocha bonita do meu coração.
刚我们潜点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来到绿岛最著名的是哪个潜点？绿岛最著名的是哪个潜点？很多潜点，海底隧道，我知道那个教堂。对，教堂是一个，但是这个点在这边很有名，叫做钢铁礁。就是四个铁笼。也是铁笼，它是我们投放的一个人工鱼礁，它有两层，它总共有四座，它非常大，下去而且绿岛水很清，对，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四座。但是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你会潜水吗？我不会呀、啊，会潜水，那你跟我们下什么潜点啊？还有我拍他，学啦，你怎么还要你嗑药？你已经去学了，是啊，因为想要。跟你的屁股后面来，所以他先跑来跟我学潜水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跟你学的？时间回到半个月前。大家好，我是竹竹。今天这一次呢，我要跟一姐去绿岛挑战潜水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潜水过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这次要先来上课。好，那我要去上课了。Hello， 猪猪，欢迎来上潜水课。夏天就要干嘛？夏天我们要来潜水，对，是吗？对。平常在玩水吗？基本的游泳会，但是 OK， 没有潜水。没关系，那我们上完课你就会潜水。好 ，OK， 请坐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课程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会有四个小时的学科下水前，我会把所有的知识都跟你。都跟你讲过。再来，我们会有四个小时的泳池课，所以上完学科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泳池。再来，会有四支气瓶来海洋实习。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潜水证照了。耶！以后就可以到处去潜水。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我们的课程。我觉得这次上完课以后，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就是好像有点把握的感觉，好紧张。但是，我觉得刚刚比较像，就是有很多在讲关于一些压力的问题，比较危险，好紧张哦。然后好期待下一次的实作课哇！接下来就要等下一次的实作课程了。我们的第二次课程，我们要来实际的下去这里。听说有5公尺深，哇！好，可以做到。我们一起来了，实作课程，教练我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进阶，然后我们要去那个那边5公尺的地方，我们要去深的地方，然后我要去穿蛙鞋，然后配重。我进阶了，而且教练说今天很顺利，耶、！我是非常有天分的，非常有才华的潜水员耶。She's got a foreign accent. Lights out, lights out.
一定会挑战成功的。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自信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做第三次的上课，也就是海洋实习的第一支跟第二支，兴不兴奋？有点紧张，有点兴奋。然后我今天浪超可怕的。对，今天是有点浪，那等一下我们下水时要注意一下。好。那再来呢？我们今天会把泳池所做过的动作再复习一遍，在海洋里面我们来操作一遍。所以呢，泳池你表现很好，所以我想海洋一定没有问题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信心？50分的信心而已，50分的信心，不会，觉得应该可以，但是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，不会 ，OK 的哦。拜拜，可以吗？我会这个水的。现在就是已经变得比较在水里的状态比较就是放松，可以开始控制，对，而且会享受就是看那个海里的感觉，对，很棒，很舒服，所以呢动作也都很好，中心浮力也可以控制得不错，滑雪踢也不错，快变美人鱼了。那我现在已经把基本的潜水学会了，林姐你等我，我要去绿岛找你了，走吧，我们要去绿岛，出发，走走。感谢潜水货舱的细心教导，完成当海底模特儿的准备。有兴趣潜水的朋友都可以去潜水货舱报名。时间回到绿岛，你已经去学了，对啊。主因为想要跟你的屁股后面来，所以他先跑来跟我学潜水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跟你学的？对。是说他会出钱让他学哦，你们经费是这样花的，你们经费尽花在水演员啦，然后不然是什么主厨啦，然后上次还有谁领蛋啦，你们经花在这些人身上，你们怀疑一下自己的主持人，你把小静、阿鹏、晨曦他们放在哪？我们也是要检验成品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要当评审，对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光圈、ISO、快门，哎，很好。快门跟光圈固定，快门跟 ISO 固定，然后只要调那个光圈，快门跟光圈固定，只要调那 ISO 的，对，光圈固定在6.3或7.1，哎，很好哎，那我背得起啊。对呀，然后那个百年难得的，你看潜水教练，你看潜水教练啦，我不想跟他们聊天了，真的是。我们会聊天。也不会喝酒，有吗？有，全程喝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第一支了。OK， 主加油！我会好认真把你拍漂亮。好，就把你因为我们美照，然后我要拍好摆。那怎么办？我这样子就没有水底照了。没有，我等下先拍。好，我看你怎么就这样。
超美的，他已经流口水了。他醉了，他醉了。流口水哦。你为什么用的枪？我说一拳完成，为什么会变枪？可能脑内那个八多分上，对啊，多八分啦，好多八分。是不是有一种全名什么醉淡醉淡醉，是不是？就是淡气的关系，所以很越想喝醉酒，是这个这样吗？对。第一次传简耶，我第一次传简的时候跳下去真的还蛮紧张的。大炮哥，你的学生，你赶快过来！我是不是百年难得一见？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水中 model 真的扮演的不错，真的对。果然平常有训练，有训练哦，对不对？专业的。他有坐在十字架上坐长一段时间，就坐在那边休息。对，我坐在那边，然后就等你滑过来，然后等了很久，想说奇怪，不是已经看到灯了，怎么还没有过来？因为这沿路我们滑得很慢，因为底下很多鱼哎。你又一直在拍对不对？我就一直在那边，我就在那边看鱼。完全忘记有紫竹这个人，对，因为是不是就看到灯开了一下，然后又忽然间关掉，然后又越来越近，然后又开灯，然后又关掉，这样有爱上潜水，有爱上潜水，而且有点还是爱上喝醉酒的感觉，真是有点略晕，还赶快去找大炮哥考进阶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是要来挑战一下自由潜水。我觉得都可以，我觉得两个都蛮有兴趣的，两个都很会醉啊，不会醉，反正我都会醉。你会不会泡浴缸？不是，没有，都会醉，是不是？可能是喝海水不醉。晕了，好玩吗？好玩。OK， 那李毅，等一下我们回去要检讨照片，应该拍得不错，我觉得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刚刚有偷看。因为我觉得啊。有点懵，对不到焦，我有点对的不是，但拍的不好的话都是模特的问题，绝对不会是摄影师的。没有，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，他特别为你转那个十字架的方向。我好像有拍到啊，我说在大香菇的时候，我应该有拍到一些。你在转圈圈的话，有人为了一直360度旋转，难怪你在晕了。哇，现在才这里里面那个在水里面一直转。好啦，今天海底摄影师要等到回去检讨照片才知道，但是紫竹第一次的传潜应该算蛮成功的，加入潜水的行列，感谢。Hello， 人称绿岛小公主。上次我来绿岛是跟玩很大，你知道玩很大，每一个景点都去了，还有哪个景点我没去？绿岛不就这么一点点大而已吗？到底有什么好挑战的？我真的不懂哎。但是没关系，制作单位人也很好，钱也蛮多的。说过多少次，我们没有钱，请大家快来找我们置入。让我们可以活下去，我就来去会会那个导游，到底要挑战什么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在这里哦，怎么那么快啊？我想说，我要够去哪里？你就在我旁边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李毅的，我没有名片啊，假装有名片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放在心里了。我上次来绿岛就是，来，你看哦，有去那个美人岩，有没有？还有去潜水。还有去一个山上的有一个凉亭，可以看到那个哈巴狗，然后还有去吃那个生猛海鲜，生猛海鲜对面还有个药局，我连药局都去了，。对啊，那间药局的晕船药最有效。你怎么？我就是在那边买
晕船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是绿岛导游，好厉害哦！那我是不是该去的都去了？还没有，还有一些更深入的地方我们还没去过。就像你在上面看，我们可以走下去。绿岛还有这么深的地方？这么深我没有去过。是的。你是说我这个人很表面吗？有时候也是有深度的。好，那这块板子是要干嘛的？这个板子是你这两天会接受的挑战。我会接受挑战。天哪，你们制作单位该不会是要我想讲说这个是什么吧？这个笨蛋都看得出来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在爬山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动物，然后这手电筒还有星星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人，应该是往下跳吧。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。对，我只有第四个看不出来。好，那就先卖个关子吧。先卖个关子是不是？对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先去挑战音的吗？对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准备要去挑战这些景点。好，那薇薇你不要哭啦，我知道你看到我很感动，不要落泪啦，真的啦，没事啦，没事，我还会再来的，没事好不好？那我们去挑战一 ，OK？ OK。把眼泪擦一擦 ，Go。薇博，我只能说你失策了。这里我很熟，好吗？来来来，我为你介绍，我身后的7点钟方向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凉亭？有，小长城呢？那个凉亭是我本人被关过的地方，还有人在上面喂科学面给我吃呢。这哪是什么秘境啊？这我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也要去一个秘境。哪里？就在那里。大暑时节人纷纷，岛上游客欲销魂，借问古道何处有，微博遥指道路旁。前面就没有路啊，你一直指那里，怎么那？等一下就知道了，草丛里头。你一说转这个马路，顺这个马路，没有，就在前面。仔细看一下，用心体会。别急着追求，用心感受，手牵着手。就在这里啊！有看这边有一条路啊？没有啊，这里哪里有路？这里哪里有路？没有啊！你这个、就是，这就只是站在这里，然后拍照的地方啊，哪里有路？没有，再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个阶梯？就在那。有哎、欸，你是这个？这是以前绿岛观光开始发展起来所建的，那后来经历过几个台风摧残之后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它是古道。对，它是古道。它是人真的可以走的古道。当然是人走的，难道是喝的古道吗？这真的是秘境哎！这里，哇塞！因为一般来这里都会被那个凉亭吸引，然后大家就骑摩托车就晃过。经过，虽然这边有个注意。这个图应该也不是写给他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下走。对，我们这样要往下走。往下走，要去哪里？我们等一下下去一个叫做仙人叠石的地方。就是往下走，另外一个秘境就对了。对，另外一个秘境。哎呦，天哪！我只能说，我跟你讲，自从今年年初我进过亚马逊丛林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走过这样子的道路，因为。照理说，台湾不会有这种道路啊，怎么今天出现在我面前啊？因为你在绿岛，不是在台湾本岛。那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好，我跟你后面。来，那我带你去咯。好，你开路，你开路，我怕会没路。真的好苦哦。你踩我的脚下一次。好哦。疯了。阶梯都残破不堪了，它真的是。经历好多次的台风天气。它真的是有历练的古道哎。接下来这种地方，它不用穿那么护目哎，可以包紧一点。我奉劝大家，下次包紧一点来。要跟我一样穿护目。真的假的？下去，然后就在那里玩水。
大概还多久？快到了，现在比较平了。是哦。前面等一下，左手边会有个废墟，看到那个废墟就是快到了。反正快到了嘛，已经慢慢可以听到海的声音了。我只能说，这里刚开始呢，它都是楼梯，虽然楼梯有点破，然后但你不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危险，然后这么刺激的感觉。但是后来之后，它是连楼梯都没有，它也给你登山绳，而且还有很多碎石头，所以你随时都要注意到滑倒。刚开始的楼梯只是假象，也后面真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你随时可能都会不小心就会跌到旁边，所以这真的是秘境欸，我只能这样子讲，它没有很好走欸，我算是很爱冒险的人吧，它没有很好走欸。然后微博说这里走到底之后会是另外一个秘境，啊不，果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根。这好痛，好痛！会是另外一个秘境？到底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个古道更秘境啊？我觉得哇，很漂亮哎、欸！这里真的是秘境哎、欸，完全都没有人，太傻眼了。太美了吧，微博！很棒吧？超棒的，完全没有人哎、欸！所有来绿岛的游客都只能从上面看，在这看到下面，然后都会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地方到底要怎么来，殊不知要渡过这一段古道。天哪，这地方很棒！哦，绿岛已经很美了，但是因为观光客很多，你没有想到有这么安静的地方，就是空无一人，这片沙滩。帮我下下陶喆的这首歌，很美，我一定要当网美，好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360度。这片沙滩，风吹过来，蓝蓝海洋，我轻轻的。夜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印，哦，一个人一步步，好寂寞。微博，你要跳了吗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。云逸，接下来换你了。换我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种高空弹跳的 feel 啊？我要跳了！我一直说我要跳，我结果都没有跳。天哪！是 OK 的，安全的哦。OK， 安全的，再往中间一蹬就行了。如果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我家地址在哪里啊？就是。你看到了。你把坏音。我到时候寄我经纪人送给你，你要负责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要跳了。哎，踏出去那一步真的。好，我来调一下镜位，我来调一下镜位。好，要跳哦。哇哦，我要跳哦。是不是很棒？哇，清爽，清爽，而且下来好没有好背哦，屁股先坐下，我的屁股好痛啊，我屁股好痛，哇，啊，哇。OK。怎么会这么狼狈？为什么没有办法美美的跳水啊？怎么回事？人家跳水长那样，你跳水长那样。怎么会这么狼狈？
十二公分。再挖。而且。再带挖地方挖。好。我刚刚下水之后，我要坐着给你跳，是一个。跳下去的时候，屁股是一个炸裂开啊，因为本人第一次跳水。跳水感觉你身体要笔直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笔直的比较好？身体哦，身体笔直最好，接触面积最小，对，碰触又不会这么深。没错，我刚刚可能膝盖脚有弯曲，我下去的时候是屁股炸裂，因为我现在没看好屁股，不知道它状况还好吗？我现在动不了，往下跳。我本来以为很简单。看别人跳蛙很简单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需要一点勇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得意，那是得意。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哎，我觉得恐怖哎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好，三。我是绿岛九号的经理，我叫 Jessie。那我代表我们绿岛九号全体同仁，欢迎李毅来到我们绿岛玩，耶！谢谢大家。哇哇！吃饱喝足，而且连甜点冰都吃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有活动吗？我们接下来去夜探梅花鹿与竹蝶虫。梅花鹿？对。绿岛找到梅花鹿？有的。你说，那我们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人养的那种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哎、欸，哦，对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。那我们直接去拜访那户人家就好了、啊。我看野生的比较刺激嘛。野生的？对啊，活生生的在你面前走，吃草呢。看得到，有那么好找？有，我们找出我们的这个手电筒，来去夜探梅花鹿。为什么你拿手电筒出来，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啊？因为它很亮啊。哦，找梅花鹿要有比较专用的那个手电筒，要拿那个有那个聚焦功能的，是不是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出来？对，可以看到它。啊，绿岛竟有梅花鹿，还有竹节虫。哦，竹节虫不是一般的竹节虫哦，是比较特殊的竹节虫。天哪，我听起来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我没有看过野生的梅花鹿。这在生活在台北的我们，看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去木栅动物园。今天我们就要找野生的梅花鹿。那既然这样子，就上车啦。好，走，上车。我们离到梅花鹿的地点了。梅花鹿栖息地，夜访梅花鹿。来，要小声一点，是不是？
要小声一点吗？对，要小声。梅花鹿对声音是很敏感的。对，声音很敏感。对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个是我们绿岛秘境之二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们前面两个算一个秘境。好，这个是绿岛秘境之二，夜访梅花鹿。这是只要来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吗？看运气。看运气。对。Oh my God, 那我们今天运气怎么办？没有，我们已经提前来了。我们已经提前来了。对，因为接下来，因为今天这个时候是绿岛的旺季，所以待会我们再晚一点的话，有一大群的车队会过来。哦、oh, ，所以我们提前来，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梅花鹿。对，反正就是拿手电筒一直照就对了，照到了有两啊啊啊！那边那边有梅花鹿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眼睛眼睛眼睛。哎、欸，在发亮，在发亮！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两只，它是抬起头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师傅，这梅花鹿哎，傻眼了，而且是野生的耶，而且他们一直看着我们这边呢，他们一定想说，又是这群人类来看我，好烦哦，每天在看，到底要看多久？哇，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现在离我们比较远，你要吹口哨是不是？我吹个口哨。微博他们跑走了。微博那个，你口哨好吹对吗？他们好像有点越离越远，而且他刚往那边走，哎，我们前过去那边应该可以看到的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到另一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要找竹节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竹节虫讲话不用小声，因为他们不会被吓跑，是吗？对。正常音量，正常音量。所以它都会在多大声，多大声。它们会在像这种树，这个是什么芦荟？芦荟吗？它长得像芦荟。这个树叫林头树。林头，哦，对，它刺刺的，它这边会有刺刺的。它是长什么样子？会怎样？啊啊！吓我一跳！哇塞，也太大只了吧！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竹节虫。它绿的耶。对，绿绿的。Oh my god！ 你该会敢抓吧？这不能随意的哦，因为它是保育类动物，它是已经全世界就只剩下绿岛跟垦丁一带，还有它的踪迹，台湾仅有，全世界只有台湾才看得到。对，竹节虫，它现在已经是属于二级保育类的竹节虫，可是它真的很美耶，它碧绿色的，对，它是碧绿色的，它这个是翅膀吗？对，它虽然这里有这个翅膀，但是它不会飞，它不会飞。那它的主食就是这个林头叶，看一下这个。它是吸引它的那个汁液吗？哦，它也不是吸引它的汁液，它现在休息。哦，天哪！我觉得我现在有在录冒险王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是李毅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绿岛，要来找竹节虫，有冒险王的 feel 吗？它很美耶，它很美耶，它是漂亮的虫。而且它的颜色真的好特别哦！哎呀，绿岛真的是生态的宝岛哎。好，那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啊，我们走了古道，然后到了跳水秘境，然后找到了梅花鹿家族，又来找到了保育类的金田式大头竹节虫，听起来像一个保健食品。我刚刚讲到像一个保健食品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挑战应该算完成吧？对，已经完成了，该看的都该看到了，完成的非常的完整和圆满，很圆满，因为什么都看到了，然后什么都去了，就是摄影师也吐了，制作人也吐了，全车的人都吐了一个半死。所以我觉得，哇，第一天我们收获就这么丰富，那第二天我还有的玩，是不是？还有的玩，还有的刺激。第二天还有的玩？对。好，微博，我就等着你第二天，你千万不能让我失望。没问题。第二天，你期待吗？我好期待哦。Hey, you already get down. Yeah. Ha. Raise the glass. Let's do it. What's up, ladies? What's up, players? We doing it real big. Forget them haters. We need to celebrate. I ain't had enough. Feel my dream. Feel my dream. Feel my dream.
好的，微博昨天已经带我去找了两个秘境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要来复习一下，第一个就是一个古道，然后古道往下走呢，可以走到一个跳水的地方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呢？我知道，叫做……怎么办？我脑袋里面全都是竹签虫的名字。仙人叠石。对。仙人叠石，好，所以昨天呢，我们就去了古道和仙人叠石嘛，然后晚上呢吃饱之后，你就带我去找梅花鹿，还有找竹节虫。这个竹节虫有一个学名叫做是什么金田虫？金田什么虫？天哪！金田氏。金田氏虫。金田什么？在还因为它头。哦，大头金田氏虫，金田大头虫。那个氏呢？是把金田氏大头虫。对，是金田氏大头竹节虫。天哪，怎么才过一个晚上，我就全部忘记了？我这个学生也太逊咖了吧？好，算了，昨天是就让海水把昨天的种种一切给带走，回忆都带走吧。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人难了，心难了。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我们要再去找秘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话是这一个地方，是叫做柚子湖。柚子湖。对啊，柚子湖它有三个景点。柚子湖很好记，我记得柚子湖。柚子湖。但是柚子湖它没有湖，是它在这边一个形状像柚子，所以叫柚子湖。它长得像柚子就对了。对，那柚子湖它有三个景点啊，三个景点那边是有个洞，对，那边有个很大的海石洞，那里叫做弯弓洞。那我们在这边这个方向是蓝洞，大家去蓝洞，我们偏不去，我们就是要去翠湖，怎么样？我们去翠湖的，好幼稚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朝翠湖前进。好，怎么感觉好像很远？哎，不会，我们过了这座山，小山就到了。好。这里地形那么崎岖，难怪很少人来。光是要走这段路就累了吧？因为它是上千万年前的珊瑚礁形成的地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是火绿岛以前在喷发的火山熔岩，所以这边的地形是很崎岖的。好，这里就是翠湖了。哎，漂亮哎，碧绿色的。跟昨天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哎，这里是绿的，然后再加上今天没有什么风，所以海面很平稳。对，这边水面非常的平稳。啊，薇薇你要很帅的这样，可以啊，他可以这样跳下去。你看我头发先不想弄出来，先拍照啊。头发以前不浓，然后一阵头发还没湿，拍几张，不然昨天头发湿超级狼狈。刚是青蛙跳吧，青蛙跳。我们这四个人背靠背，好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三对对对。然后，
Keep going, keep going。走了，快点。还很远哦，先跟大家说。看得到位置啊？那个山脚下，人那边。那两个人那个位置吗？对，再往前，再往前走。She's a sunshine, she's a good time, meeting you home to happiness.Tantalizing, stabilizing, good as good as good ever. 现在来到是以前的秘境，现在的观光景点蓝洞，算是吧，是吧？是蓝洞。对，以前是秘境，现在人被爆炸多。对，它已经被发现，但是毕竟它身为前秘境前辈，我们还是要来朝圣一下。而且它其实所在位置也非常的秘境，它要经过一段非常崎岖的路，然后它在。小长城正下方，小长城正下方就两个峭壁的，一个峭壁的旁边下方。然后这地方会有名，是因为它这个洞的关系。对，它在早上的时候非常的漂亮。早上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这里你幸运的话会遇到大量的鱼群。对对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水底。啊，是冷的，天气变冷了，好烦啊。李毅的抱怨时间。大陆在跳水的时候，他坐在那边泡温泉，当沙发床按摩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有本书，我们叫《最小小》，他爽，我觉得爽有点帅，我就觉得他胆子应该也没那么大。但是你刚刚往蓝洞潜水，潜完之后他有一个人不见了，他去了哪里呢？一问才知道，他竟然出动吹冷气。他有什么资格来看他的吹冷气？你这个没有手没有兑现诺言不守信用的男子，大陆我看不起你，人的怨言。不错哦，大陆。若要陈情，请直接弄个一桌，跟李毅在餐桌上说清楚。
king up on my throne. Up on that throne. 黄鳍尾鱼，尾鱼，黄鳍尾鱼，哇塞！你拿这个，拿这条线，抓抓这个线的，鱼缸接吻，你这手，我好紧张哦，这是我钓的第一只大鱼，哎，也不是我钓的啦，我只是收线而已，它好漂亮哦。哦，这只大的，比我大。好，要不要提醒你，帮我拿着。中够了，地震，好收，你要继续摆动。不要大只哦，再摆动。前鳍尾，前鳍尾。好好，我要这样子，然后转，哎，转不见。重，这很重，对不对？很重。来来，我帮你。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拉起来，下去，转转转转转。对对对，我是不是那个？想不要小心。OK， 好。这个跳高。加油！好。好，跳起来喽。是他吗？有啊。不是他，是飞鱼，是过飞鱼。哦，他刚刚下面在吃啦，那边在吃了。有两只吗？没有，那边一堆鱼在吃，是大鱼。大鱼在追抢。哦，好累啊。你看，你一直跳到其中。哇，他好重！有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好重！哦，有了！他好重啊！他好重！因为下面有大的鱼在追他的话，他会。真的假的？是亮蓝色的。对对对对。转，然后转，拉起来，然后弯下
转转，然后再拉起来，然后再弯转转转转转，这样你要抓着你，你要抓着你，弯下去，然后这样转转，你先转再转转个几圈再拉起来，对对对，再转转转转，然后再拉，然后下去再转转转转转，再拉，对对对，再转转，你顶到胸部，你顶肚子，顶肚子。转个几圈再拉起来，这就是自己的鼻吗？跳的来，转。对，转个几圈。我昨天会不会肚子 OK 啊？要转几圈再拉起来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。对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，抬起来给教练。要往回拉，来教我，教我，因为我很胆小。哦，好大，哦，好大，好吃哦，天哪，好肥，阿斗，来，阿斗，决定，这只鱼就命名叫阿斗。你相信人品，人品这件事情吗？如果你们以后钓太多鱼的话，可以找我哦，因为我钓不到鱼。哇，原来那么好钓，怎么会有人钓不到？好酸呐！啊，大家上镜都好强哦。李颖，你钓了几只？那我先好了。我钓了三只。你先直接卖它好了啦。祖祖，你钓了几只？你钓两只。我没有钓到鱼。耶！天哪，想不到绿岛的鱼这么好钓啊！哇塞，完全建立起钓鱼的信心哎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挑战哎，因为我人生真的没有钓过这么多条鱼和这么大只，然后还这么好钓，真的是超级有成就感的。而且重点是绿岛，我们这一次不是四个挑战吗？嗯，好，就是走古道。然后找竹节虫和梅花鹿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蓝洞、翠湖，然后最后就是挑战就是海钓，每一个都很成功哎，是吧？对。而且我觉得他的收获比我们又在，比我所想的又在更多一点，因为光梅花鹿其实刚下过雨，你那时候是抱持着一定会找到的心态去的，结果没想到我们还看到梅花鹿家族。然后比如说竹节虫也是，就是它就离我们这么近，而且还有拍到它在很多次，对，还拍到很多次，比平常还要多次，还拍到就是它在吃东西的那个画面。我只能说这都要归功于我的人品很好，就平常有在做事，有在修，所以我们上礼拜才可以这么顺利啦！天哪，所以我们这次挑战算成功吗？对，非常成功。非常成功吗？这次挑战给我几分？100分。找不到方向，你觉得很失落，你失意、失恋，你知道吗？来绿岛，保证你获得满满的成就感。绿岛万岁！你在骗我吧？你们是骗人的吧？异想天开，竟然跟我讲说我们要出国哎！我说我现在在桃园机场 ，Hello， 怎么可能？之前不是在讲说我们经济拮据吗？怎么会突然要出国了呢？而且真的把他拉来桃园机场，我不相信。在我没有上飞机的那一刻，我绝对不会相信我们是要出国。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来地勤挑战。没有没有，是真的。地勤挑战，修飞机。没有。修飞机，对不对？是真的啦。机场牛肉面。不是不是。机场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绝对是搬行李。录节目录到有被害妄想症，屁嘞！我不相信我们真的要出去生活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们要一起出国啦！怎么可能？我们轻松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一向就是以抠，然后整艺人，然后就是把艺人逼死，就是为乐的节目。我们是这个取向，我们不可能出国让你爽。我跟你讲。李，我要告诉你，异想天开，为了要欢庆你这一整年的辛苦，所以我们要出国玩了。我怎么可能？我们要去越南。对，我脚本已经收到了。脚那假的脚本啊，真的。我们要当一日编剧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你不相信？现在你去柜台试试看。柜台试试看啊！你去柜台试试看。他们还跟我要我护照，跟我说不能告诉。好，我们先全影。好，我全影有过。就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上飞机前我都不会想起。你现在问他有没有信息，要有确定。确定我们有没有 check in 成功？有。
有啊，你看李毅的知道 LEEYI， 有这么不敢相信？第一位，有啊，11:55登机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登机了，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一切都不是梦，好吗？真的，异想天开出国了。谢谢萤火假期，让我们完成这一次计划。啦啦啦啦啦啦！你要去哪？我们要准备春衣。我就是小公主，我就是贵妇，越南芽庄，我爱你。好了，芽庄很冷。不是，这个度假村太气派了吧？好适合我们的气氛。它的门口一进来照理说通常都是会那些大店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喷泉，那个气势已经出来，然后再慢慢开上来，开上坡，然后旁边都花草。我问你，这种你最懂的，那种昂贵的度假村，你是专家，摸什么头？专家，这里太适合我了，昂贵，你们找我就对了。对，就是看起来不是昂贵，是看起来非常的高，非常气派的度假村，气势的度假村，它非常品味。对，这边讲，这边有一个小喷泉，觉得你们不要一直看后面，忘记摄影机了。因为摄影大哥不好看。今天李毅火力很强大。哎呦，哎呦喂呀！你们睡得好吗？我很睡得接，好久好久不见，才看见，对呀。睡得很好，好，床好睡，而且枕头也很好睡。重点是超安静，你们这里的晚上真的很安静。这种，而且那个什么没有光害，你一出来门可以看到星星。对，我们昨天那个坐那游园车上面全都是星星哎，超强的，有超多的星星。而且坐在那个房间外面的椅子上，喝着茶，然后往外看。太浪漫了，差一个男人，差一个男人，真的差一个男人，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大概知道我们就是设备啊，设置什么？大概知道一点，可是还是很多不知道，就要麻烦你带我们去看了。那我现在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好，度假村其实算是占地非常大的，是。你过来，你都一直被镜头挡住，反正我们就是我漂亮。你要在中间，然后是个很合适的度假村，我们有饭店型的房间，然后有 VR 的房型，对。那我们设备非常多，因为我们水上屋 SPA， 健身房，然后有足球练习场，高尔夫球也有，对。那他要自己带球吗？可以租借，对，但有爸爸来哎，但有些会要打高尔夫球，他其实都自己带比较多，对，通常是自己带，对。然后还有 KTV， 还有高峰酒吧，有 KTV， 有，我们要唱歌。当然要，我怎么没有去？我跟你讲，去到我们度假村真的很棒，因为你就不用再跑来跑去。对，那边什么设备就是都有。度假村超大，对，一定要坐游园车，真的很大。如果不大，就不会有游园车了。对，还有个重点是因为我们还有6间不同的异国料理风的餐厅，有中餐厅、茶餐厅，还有海边餐厅、吃饭餐厅、日本料理。对，就是有各种选择，都有，什么料理都有。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要吃啊，我想吃一点就是台湾味的东西，就可以中餐厅。然后有的日本客人来想吃点日本料理也可以。而且我听说你们还有私人沙滩。对，有份。哎，竟然有私人沙滩！而且我 Google 看到私人沙滩超漂亮，超大。你们那个沙子感觉好细好白。重点是我们的沙滩不跟人家共用，就是否我们自己度假的，对，只要住进来的都可以去。所以要是那一天我早点起床，等于整个沙滩就是属于你自己，好爽啊！赶快带我去参观。哇！哎，不是你们走，你要去哪里？不然为什么往那边走？是这边了。亚洲，好开心啊！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每到一个地方，第一个你一定要来哪里？
就是庙，用求平安。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有一种拜土地公的概念，对，就是要跟当地的就是神明讲一下，就是我们来了，打个招呼，麻烦你照顾一下地天天气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，然后让我们的身材可以更快乐。没有啦，是还是谢谢你丽。对，所以我们第一天一定要来庙，而且这个庙啊，就是他们说是芽庄最香火鼎盛的庙。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呢？是啊，一定要来这边参拜一下，而且这边是十九世纪就建好的，而且这边呢，很多很多人都会来这边参拜。我们是有任务的，有什么什么任务？还是有任务。我们是有任务。那拍那 OK 啊，我们只要到各个景点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只要拍照片，然后上传，然后一整天只要在 FB 跟 IG 有一万赞，今天晚上还会有豪华的料理可以吃。豪华料理，那很 OK 啊。那如果没有一万个赞呢？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泡面。泡面？听说玉兰泡面也蛮好吃。所以只有我们两个比较是没有。我们没有，我们都。所以你们无条件可以吃，你们下船了。下船了，我们还要。哇塞！主持人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整趟旅游，我觉得不 OK。摄影师来挑战不行。我们会拍美照上传。大如你上传就杀了你。哇，好多人哦！真的，也太多人了吧？怎么了？没有看到了。不知道的，在你们要挑战还是我们要挑战的东西？是你们要挑战，我要爬得比你快，那你追不上我了。真帅！总不完呢，别要整我，看我整你，怎么样？我跑得比你快，追不上我，对不对？我可是有在运动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很逊哎！出来这里真的非常的壮观，就没去过五个窟，所以我不是很清楚。但是它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就是有历史的痕迹，它应该是古迹吧？是古迹，对，它是，对啊，它有历史的痕迹。我要不要往上爬？那边好漂亮的。我助理都这样啊，我经纪人是这样啊，助理也这样，经纪人助理，然后我在这边跟录影机是一家伙，孤单，而且每次都是我在拍你，没有要摄影师都理都不理你，他那个摄影师是我们要先拍吗？怎么没有人要理我？我们被忽略，没有歌舞，他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四面佛一样，是会有歌舞吗？哎，他头上顶着那个虎哎。我不能再有伤兵了。哎，他顶着东西在跳，哎，好酷哦！他顶着一个好像陶瓷的一个碗，好酷哦！平衡感也太好了吧！
再贵再贵不会超过200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的好厉害，我怎么不来这里买就好了？前面突然非常知性的一些古迹，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天主堂啊、大佛、三佛寺之后呢，我们又要来爽了。听说越南的药妆、药浴以及泥浆浴非常的出名，而且一定要这一家，然后这一家特别多人，因为听说他们的设备比较新，然后服务也比较好，所以我们特别就是开了大概快一小时的车程来到这边。是，然后泥浆浴它好像是有非常多的矿物质，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矿物质的话，像是这会常做高级 SPA 的保养，就是皮肤会比较光滑，然后也细致，而且也会美白的效果。因为像台南的关子里也有泥浆浴，但是有、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，说不定这边是更厉害，因为很多人外面都是游览车都慕名而来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就是做一点比较，对。然后这里的价格呢，大家就是自己可以上网 Google， 它有平价的，也有比较高价。但是看网络上的照片和影片，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开心，就是像泥浆温泉那种感觉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我就是选择泡泥浆浴，他就是选择泡药浴。好香哦，外面有泥巴味耶。你确定是你水的味道吗？它好像有一股药草味，它有一股，你有没有闻到？不用闻到。摸你哦，很难解释的，就好像你泡在药草香的比较水性感的胶原蛋白里面，就是这样摸就这样滑过去了。有味道吗？有，就是要有药草香，有点像是我们去按摩的时候，不是会有那个药草包会放在椅背上那样啪啪啪那个东西，有一点像，很像那种，就是它有点汉方药草味道，像有点，感觉有什么艾草啊。台湾有这个东西吗？台湾我没有看过。你看这个白色的，你想要下去喽？哎、你这样会完全看不到手哎、所以里面就算有果仁也看不到。如果你要吓朋友的话，就可以吓。好无聊，谁会这么无聊？如果我是大鲁的话，你应该就会吓我吧？没有，你不会全身进去。错、我也想加入你耶，这个是，可是我是泥浆浴，而且你看，可以在里面把腿打很开，你都看不到哦，看不到。你知道我往下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摆各种 pose， 然后都不会穿帮，好像蛮有安全感的。蛮有安全感的，就是很多人喜欢这样子哦，把脚翘起来，然后也不会穿帮。
红的咖啡厅鸟笼咖啡。很多人刚刚都疯狂在拍网美照，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很大的鸟笼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就是铁网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像金丝雀一样。我原来想说麻雀，一定要高贵。金丝雀，金丝雀。但是你来这边，我建议一定要定位，因为这真的太红了。可以在这边看到各国的就是客人，外国人，然后是越南人啊，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观光客，都会来这里朝圣一下，觉得很好拍照，它设计的很好，每个点都是网美照。对，然后听说这是他们现在这里最红的餐点。哎，天哪，融化了！对啊，我们要吃了啦！不要跟我讲太多话。对啊，真的是，这好好吃，我要切开吃了。好，你吃，我先喝东西。是真的吗？还是反应？超好喝，它就是那种很绵密的那种 smoothing， 对，冰沙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我这几天吃大餐吃到就咀嚼肌好酸哦。就是你要吃蛋糕吗？有这个是不是？有跟那个大炉一样的。可恶，那我一定要把它擦掉。擦掉，擦掉。不要跟大炉一样。为什么要排挤大炉？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现在芽庄最红的珍珠岛乐园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坐上了空中缆车。对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天哪，是怪铁塔吗？是，好漂亮哦。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那么晚了要去游乐园干嘛？我跟你讲，大家都白天去，对，是白天去 ，OK。但是你一定要待到晚上，因为晚上的夜景很美。对，是我们特地是去看夜景的。对。你紧张吗？脸都不知道怎么往。真的超有事吗？而且我们还没有雨伞，我们刚自己淋着雨。跑过来，但是谁坚持要坐高山飞车？我觉得你好时尚哦，现在。对的，就是你那边坚持要坐高山飞车。哎、欸，那好玩吗？好玩，可是我不得不说很恐怖，因为下雨很滑。对。所以打灯。没有，所以它可以。就是你刹车的时候，它是会滴的，对，它滴。可是真的蛮好玩的啦。好玩的，但是只要下雨更好玩。对。而且又很怕突然下大雨，对，就不能开太，不敢开太快。可是下雨，然后雨水一直打在你的脸上，然后，而且你知道这种恐惧跟浪漫，没有人可以分享，因为自己台出。对，而且还在超黑的山里，对，超黑的，超黑。好了，结束。等一下的行程是按摩，不然我绝对会把它。等一下行程要不是按摩，提供机会没送。没送，已经预约好了。拜拜。怎么那么好？有这么多 SPA 可以做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。我第一次是在饭店里面做 SPA，而且我们刚刚沿路走过来，真的。宛如就是一个仙境。我现在是那个什么，是水上 villa， 然后每一栋 villa 都是 spa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以一个非常像仙女一样的步调走过来。是。应该说我们整趟路程都是仙女。我不管你们平常怎么看我，反正我今天就是仙女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好好享受了。对，就让我们享受吧。你们臭男生，赶快出去。这就是我们的店里的招牌菜，一品米胸以泥中蟹。有点微醺，
你喝那边是无酒精的，以为是什么？怎么被戳破了？小姐，因为这个气氛啊，不要委屈，为了这个美好气氛委屈，那我们 cheers 一下。我真的不敢想象，就是一想天开，竟然可以把行程就是安排的这么完美。我只能说，越南芽庄是一个很新的地方，是。然后大家知道越南，可是芽庄最近，然后才慢慢就是开发，然后崛起。对，可是我只能说它开发非常棒，真的，而且每一个点都很 perfect， 食物也 perfect。不管是泥浆浴，然后或者是下午茶，然后就是古迹巡礼，对，然后到最后竟然带我们来 bar， 然后可以看夜景，天哪！我上次到底收了什么香，这么多好事，也谢谢李毅，真的，我就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粉丝，因为有你们，哎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好像得金钟奖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给我一块 cheesecake 吗？谢谢。那我还要再一个牛排好了，谢谢。开始啦！好的，大家早安。经过了几天的时间下来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又变得更美丽动人了。有，非常漂亮，而且我们现在呢就位在，等一下。化妆是你笑那么大声要干嘛？我不可以经过，我们两个不可以经过几天的放松时间变得更美丽动人吗？有点奇怪，我妆也是你化的好不好？我不能称赞自己吗？奇怪。OK，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饭店的私人沙滩，真的非常的惬意，很舒服。那沙滩超级大，超大，而且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片美丽的大海，然后就在这边喝着我们的果汁，对，好惬意，吹着凉风，哇。天哪，海水这样望过去又好干净哦，而且整个就觉得天啊，心情超好的。对啊，但是你们以为这是我们最爽的时刻吗？不对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去一个很厉害的秘境，听说是一个岛屿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呢要去的是据说只有越南当地人会去的秘境，有一点点难到达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节目就是喜欢挑战难的东西。我觉得你是神嘴。还没有，我现在在查。答案，答案两秒。答案确定。对。为什么是黑的？有没有水？这到底是挑战还是享受？越南，我爱你！我们要去叠山岛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对，有点点微风，你知道，最适合像我们这种在越南的美少女了。是啊，说到连摄影师都拍不下去。可是刚刚我们在车上就是跟导游聊天的时候，他讲说。为什么你们要去叠山岛啊？我们就想说怎么了？叠山岛怎么了？因为通常叠山岛都是当地人去的地方。对，他说叠山岛通常没有观光客不会去，都是越南人去的。我说这就是我们要的岛屿，因为听说非常的漂亮，像仙境一般。对，他们说叠山岛真的很美，可是。当然时间比较久，因为我们饭店离机场比较近，如果你住市区的话时程会再短一点，是饭店到这边大概花了快两个小时，对，一个半，快两个小时，对，快两个小时，你住市区的话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叠山岛到底长怎么样我现在也不知道，因为导游说很美，然后我们等下要搭船去叠山岛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港口，这港口你可以看出来非常的当地，就是它不是经过精心规划。对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地方是最棒的地方，对，就是还可以带你去最当地的地方。这就是非常当地的东西，你知道，它还没有经过开发，代表它还没有很多观光客，整个都还没有就是很商业化。他就说那边都没有观光客，然后是当地人去那边休息呀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，有多漂亮，漂亮的岛屿。Go！ 可以不要这么靠近吗？
再补防晒乳。总之，我们终于千辛万苦来到叠山岛。为什么千辛万苦呢？请看以下画面。我的船没油，现在在加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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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都是有困难。劳劳模来接劳模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状况哎。天哪！好，难得的经验一定会记得。我永远不会忘。加油！我过去就是香蕉船，等下会甩尾，然后就会飞到海里。好漂亮哦！对，这个海岸完全就是没有商业，就是去加工过，所以是最原始的。对，而且连人都很少。对，你除了我们之外，好像只有几个越南的，就是观光客，大概四五个而已，然后就只剩下我们了。这个步道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步道哦，它是在固定时间才会出现，因为它涨潮的时候，整个海。覆盖住是没有这个步道的，对，等于只有这座岛跟对面这座岛，它中间是没有通的。它等一下一点钟，其实这一条路就消失了。对，然后趁现在呢，它退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走在这步道。这个你知道，这就是牛郎织女，你固这个岛是牛郎，那个岛是织女，要在固定时间里会相会，对，他们才可以相会，命运的红线才会连接在一起。那我走在这个红线上，会遇到我的白马王子。有一天，所以这个岛拍起来会超美的。而且现在呢，它退潮其实退的就是水退的很下去，但是如果它慢慢涨潮的时候，这个道路会慢慢被覆盖。如果趁它在被覆盖的时候，你再走过去的话，会整个很像在走在海里面，是真的很漂亮。而且你看，完全没有人，这么美的地方，照理说。应该是一个观光景点，我们趁还没有人潮的时候就来了，这是被我们开发的异想天开，插旗这个岛，这个岛就叫做异想天，哎，不是它叫叠山岛，对，它叫叠山岛，我忘记它叫叠山岛了，它太激动了，哎，很开心哎，我要走过去，这可以拍超多网美照了，对，会可以拍很多，真的都没有游客哎。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，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，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，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。好天气，好美的景，好美的风。海岛午餐，哎呦，四面环还没什么啦，我家度假村。声音怎么会变？谢谢你，谢谢你邀请我来哦。超甜的，真的是刚打捞上来，超级无敌甜，而且它的那个肉是非常有弹性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开始的前味就是好吃吧？对，有那个啾啾啾的，对对对，好好吃哦。
腰弯腰给它紧一点，来给它平衡。好的。开机吗？按一下就好了。对。按啊。长按。长按。长按两秒。长按确定。对。为什么屏幕是黑的？你。可以给我五分钟靠岸吗？可以给我五分钟到床边吗？摄影机发生状况，因此没有拍到潜水画面，在此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歪掉了那种好像，你可以好好的拍我们吗？我们就算潜水完，还是一样跟出水芙蓉一样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刚刚那个Jenny有讲，我们来到情人岛，来情人岛干嘛？泡泡泡！Еще раз, друзья, мы приглашаем всех на обед в ресторанную зону. Обед уже начался. When you get older, cleaner, we remember all the danger we came from. But I can't resolve my tender, only for the days of who's the return is blue. 看到我们还给你打球了，你手球好呀！你洗背，你洗背吗？淹没在泡泡里了。点往前，往前一点。啊，一二。好可怜哦。Oh my God.
什么啪啪啪照片看起来那么像笑啊？你好像不属于那里的那种感觉，真的觉得不属于吗？就是没办法融入那个环境，就是你有在努力，你试着在融入那个环境，但还是不行，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泡泡吗？对对对。所以你说我不适合泡泡吗？不是不是，他说不出一种感觉呢，人家喷下来都是很开心的，在玩乐，然后你就是会被喷到脸。要不然就是在冲背，然后脸就歪掉，这样就好像被那个泡泡喷到脸这样。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啦。这种效果就是我以为你被那个泡泡喷出来的泡泡喷到脸，然后好像要被吹走的那种，是在做效果。反不知道主持人很辛苦吗？还要假拍。没错，我们要赶快进去了，来啦，确定我们的奖励了。歌楼时间，女孩的 SPA 时间，女孩的贵妇时间，没错，贵妇时间，这里好适合跳手，你知道泰国舞之类，虽然这是越南，越南很不知道为什么头很想这样摆动。好哟，好哟，好的，我现在在里面 SPA 按摩。而且这里的师傅力道非常的够力，我们一说中等，但是他感觉很大力，他可能有太，他可以给我看起来吃很重啊，爽，啊，好舒服哦！而且这个精油好香哦，你不觉得它味道香香的吗，乔？很香，很香，非常香，非常香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好吃。对，它竟然有一种柑橘味。而且它底下为什么有一盆水放在那边？是给你看的吗？那边就是让你闻着，就是我们头不是放在下面，就可以闻到下面的花香。哦，你看，对，快到花，对，可以闻到那个花香，都快到花了，有。一间非常有气氛的餐厅，准备要吃晚餐了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做完很完美的 SPA 疗程，真的太舒服了。我不得不说，我人生我们两个也算按摩吧，对，很常按摩。他们家的按摩手法绝对是前三名。哦，上菜了，上菜了，我们的晚餐。哇，天哪，我把酱油拿走给你看看。对，糖。哇。哎，我们今天太幸福了吧！做完 SPA 又可以来吃那么好吃的晚餐，太酷了吧！我们晚餐吃那么高级是可以的。哇，妈呀，太好吃了吧！哎，这烤乳猪，对。可是沾三痕我第一次见到，哎，通常都是沾一个酱而已。怎么样？沾了砂糖之后，如何？好。已经好吃到说不出话来了。是我对，我觉得过太爽让我觉得很有压力，因为通常大爽完之后呢，就会大累。我这样子会反而会担心我下一次会少吃。加油哦，我不用不用不用，佳琪麻烦你发雨乔。刚不是说想发你吗？我们会发，我们想享受行程可以多发我啦。
太艰难了，就哎，不是，因为说真的，出那么多外景，通常你会，外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能要去做，或是一些比较累的行程。有，但是我们这一趟完全没有累的行程。炒饭的，炒饭，炒饭。然后跟 Harry 一起。好好吃哦，我来吃一下猪肉。我帮你拍手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 Sky Bar， 而且是我们饭店自己的 Sky Bar。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极致的跳岛、啊，没有那我们今天超多岛哎，什么黑岛、情人岛，然后叠山岛，我们重点还有潜水，对，我们还深潜哦。我们把一整天塞得超满的，还好我们还有奖励，就是按摩。对，饭店的精油按摩太舒服。因为你知道去完岛屿之后，其实很累，对，就是跳岛其实身心灵都是累的，而且潜水也很累，潜水也很累，但是所以你最后你就是需要用 SPA 来抚慰自己的身心灵。对，当你抚慰完自己的身心灵之后，你再上来 Sky Bar 喝一杯，然后来 chill 喝个一杯，对，然后喝醉了底下就饭店，对，就是你的房间，你可以完全不会被捡拾，喂，再怎么样都是回到自己房间，就是可以很放心，很放松。那我们来喝一下，来哦，干杯，太完美。因为我早上八点接到电话说帮忙送行李过来，来刚到公司差不多十分钟被通知等下要去松山机场，为什么呢？通告处，对啊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掉在车道？对，保全他以为是爆裂物。我真的直接看到爆炸。有一位摄影师拍摄，他有一半行李掉，完了，还没拍，傻眼。这里。哎，所以我真的把它背上去吗？对，他们的意思啊是这样。你有拖行李吗？我记行李了，那我记一下。去拖，大家站在那里，在那里。拜拜。来，我终止全记。早的，对时，现在是5:26。本姑娘4:30就起床，今天起床。我也是4:30就起床了。三田几点起床？我4:25。你不要故意别讲比我们早5分钟，好像没有比较厉害哦。真的，你有妆法吗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4:00起来刷牙洗脸，然后大概4:40左右，我先去喂鸡跟喂狗。哦，有喂鸡的行程啦。对，按照理说应该要睡到4:50。对，所以我起来还等你们十几分钟，对不对？澎湖现在是大爆炸的时刻了，对，因为人超多，大家没有办法出国，就报复性的。出离岛，浪漫出游，对，所以我们鱼市场一定要早点来，才可以抢到鱼，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。那重点是我们要抢鱼干嘛？当然是晚餐啦。哦，晚餐我们要在民宿吃，早上5:00就来买，这样太早了吧？你们没有黄昏市场吗？没有，有是一点点而已，货色没有那么多。
布哈拉了啦，赶快进去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哈拉走，拜拜。进去了。买这个小馆，那个是小馆哦。对，这个在现现吃的，现吃哦。对，现在可以吃。你要不要吃看看？来，沙风沙。来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为什么你拿给我啊？只是沾瓦萨米而已啊。是有撒过的吗？下水？没有没有，抽没有，生的就这样。你昨天吃的那些都是生的啊。哦。好吃看哦，我吃。那内脏你也直接吃掉吗？我们平常不都这样？怎样？什么意思？超级 Q 的，海味很浓哦，很新鲜哦，好吃，海味很浓哦。河豚，河豚，哇，我们好，我们好坚持前锋。对啊，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吃过一盘，但我们都不知道是河豚的皮。啊，那我们这边好了，我们去菜市场。好啊，还有菜市场哦。对啊。菜市场补一些青菜类的啊，没问题。菜市场在隔壁哦，没有，在那边。哦，要开车去。对，好，好 ，OK。要加油！这个是纯米的，不加黄米剂。对。我们都是现卖的，如果要买一台的话，就很有嚼劲哦，好吃哦，好像滑稽哦。嗯。高明有客人要招呼他们吗？帮忙喊价钱。对啊，你刚刚说你是李毅啊，不要杀你的价。对啊，你是会，我陪。喊价钱，喊价钱。这么多失事。我们已经有一批客人流失了。有人要吃到的吗？他们边边谈。你们那也是你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就在那边等。在讨论什么啊？好混乱啊！还是我们赶快先骑一台行走逃离这里。你逃离这里干嘛？就是离开啊！回来他们可能就去喝个杨枝甘露。对，我们就喝个杨枝甘露。Oh my god！ 哎，他们要走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这还好。慢走，慢走。难过。再来了。因为那个小不容易。对。够。他们人太多。那我就记得没事了。为什么旅行社要帮忙换机油啊？旅行社换机油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租车啊。啊，他们兼机车行的概念。对。那有帮忙修车吗？修车嘛，简单的，就是如果他们车大灯坏掉了，对，电池啊之类的，简单也要。所以租车行这样基本的，自己用比较划算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来不及，你如果去车行，有时候还要等。
哦，他们就一条龙服务，就是你来这边租车，如果车坏掉会帮你修。哇，旅行社会技能很多哎，很棒哎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换黑泳。好好好好，你要先示范对不对？我先换一次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可以垫一下，那个垫在下面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我们要对对对。要往前推哦，要往前，往前一点。有吗？要往前一点哦。往前。对对对。往前呢？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就是它就可以展开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筛子，要看一下，有一个网子的筛子，对对对，要拿出来。所以机车是二进程的，对，二行程的气，四行程的汽油引擎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分二行程的柴油引擎、二行程的汽油引擎、四行程的柴油引擎、四行程的汽油引擎，然后每一个进气的图、燃烧的图、膨胀的图。然后还有排气的图，全部不一样。不要把游艇的气出在这，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会来换气，我带的都短裤。来，你帮我看这上面要加多少？800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加到900。哎哎哎，你真的没看？他们都是用那个加油的。哦，对耶。用力！哎呀！哎，所以差不多这里再一点哦。你怎么知道它现在在哪里？这里呀。哦，哎。差不多了，再一点点。可以了，对。来，流完了吗？要剩下剩的机油怎么办啊？留着，下次再集集酒，集酒罐。哦，再留起来。对啊。每一罐都留100这样。有的是加1000啊。对。还有，还有，来来来，猜猜在哪？这里来，这边还有一台。谢谢。对，一台10万块换一台。对，没错。那我可以买一台新的了。真的吗？买一台新的，哎，我们是买不到的呢，我们两个。还有一台要洗车了。国外不是有美国那种，就是你这样开过去，然后那个车库就会出来4个辣妹，然后再贴在你车上。那有看什么片啊？美国的片不是都这样吗？美国片有啊。喜剧片不都有？我不知道哦。有啊，你们少在那边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一定有看过。我看这台车很干净哎。哦，清洁溜溜呢。玩水，玩水，好热哦。哇！那我要喷它，那我要喷它的上面哦。你要不要？我没有带上衣哦。哇！我没有带上衣。来吧。SOP 是什么？整台吗？整台都要洗，车底也要洗哦，端下去洗。车底也要洗哦。前面机车这样防水，这样冲是可以的吗？还可以吧。没有，哎，看我刷。哎，我脚好脏哦，洗一下脚。洗懒懒的脚。这边都要洗。洗懒脚。妈，洗我的脚啊，懒懒的脚啊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你坐这边吗？里面那个车盖那里，对。我们第一次，我们初学者，肩膀要上脚了。我们初学者。
客人呢？我要跟我的女儿换凤凰图啊。我们等了5个小时了，脚程怎么有点慢啊，俊杰？我是在帮我们拉行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就好了。好了，俊杰想跟你熟门熟路，应该可以自己去旅行社吧？好了，那走吧，俊杰。上路了，该牵车喽！耶，终于接到俊杰了。俊杰，我今天睡你的右手边，我睡你的左手边。我跟你说，来，今天呢？我们下午4点会去潮间带的活动，就是跟我们这位两位漂亮的小姐姐，成功破浪的姐姐一起抓。哎，我们跟他们一起哎。对啊，我们一起抓，有帮手哎。我们应该可以少出点力吧？哦，对啊。一节晚上就靠你们两个，希望你们两个多担待一点。我们现在跟他抓一点，我们跟他打好关系。负责负责，多抓一点哦。负责动。我们三四位女生负责成年。对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希望可以多抓一点。然后晚餐就是在民宿门口烤肉，一起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早上4点就起床去帮你们买。太辛苦了。买鱼哦，很好吃。希望你们。晚上不要剩菜什么，努力。希望你们潮间带可以勤奋一点，勤奋一点，勤奋一点，麻烦你们。它都这么小，然后装满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装满就可以回去了。你为什么看得出来啊？啊，因为我也长眼睛啊。哇哦！三枪，捡到枪，捡到枪，捡到枪。对啊，可以买中奶的哦。天哪，三姐，三姐很帅。怀疑人生吗？哇，好辛苦！我在这边猛一下。你抓不到了，你抓不到。小心点，可恶！好可惜哦。我感觉是已经。可恶！好可惜哦。请问暖男是要拍 vlog 吗？我怎么觉得？好开心。好像很开心。头好晕哦。好穿，那个水的波纹，我想看那个阿伯捕获了什么。你怎么去找那个阿伯？啊，你在哪啦？啦！你好，阿伯，你在欧啥？我虾子，虾子，哇，好多！不，你看，就这个，好。哇，像这个哈，你看，你看。这石头拿跳，因为好像又有了，你看，螃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对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有哎，一定要有石头，有水，一个洞就一公一母，只有两，一公一母，一公一母，好香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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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喷在我脸上哎！为了摄影镜头，你看，我是想要双手并用。为了摄影镜头，把自己逼到极限，真的好感动啊！太敬业了，这颗全新哥不卷进去真的是不行。笑，你们不要烦，我现在猛出心得了，我跟你讲，拉之神会眷顾我了。我又摸到，抓力！哎呀，摸到大哥了！对，你也会摸到一个小蓝。冬瓜就在这里，
非常的近。他这么矮，矮冬瓜，难怪叫矮冬瓜。矮冬瓜，你是哪一颗啊？都可以吗？三颗都可以吗？都可以耶，你全颗你中意的。不要怕，刀疗法来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耶，成功了！刀给我，刀给我来。那衣服脱掉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辣椒一根够吗？一个，一根就好。超弱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超发。两根。哎呦，好酷哦 ！My God， 可是拿了一个还没有长熟的。好，你得到它了。小的这颗哦，这颗好小哦。我看一看，你抓着它，我把它切掉。哇塞！哇塞！这刀子蛮锋利的。这个刀子，等，哇，用转的有用啊！转的，碎啊！啊，好大！赶快塞进嘴巴。哦，这个好好喝哦。有吗？对，我很努力的，最后一起下，对，然后海味就出来，还有芹菜，拿芹菜来，芹菜，那冬天的。不过我这时候拿错菜是不是很好笑？对，我刚刚这个，好险好险，好险，他回复我。这里所有的青菜类的东西，除了高丽菜，全部都是三姐家的后院摘来的，有机的。对，南瓜也是我们现摘的，然后又有冬瓜，然后九层塔辣椒，九层塔，很棒，对，超夸张的，自己剪自己种，有机菜园。因为三姐说第一次可以捧这么多，很厉害哎，是不是三姐？对，算厉害，你可以考虑改行。而且三姐今天一直蹲在那里面，完全没有动。你会觉得一小时过去了，她还在那边。你要在玩水，泡温泉。害怕了，不是，哦，我觉得生吃就很好吃了，直接吃。俊杰，你每次来有这样吃吗？第一次吃那么好。哦，托我们的福味，俊杰。自己讲有没有？应该讲说他下午还 OK 啦，去海边。我超爱下午还哪天？下午才 OK 的啦。下午才 OK。对啊。我说他哪件弄？他没在听，他现在不理我，怎样？我说你今天一整天怎么样？下午才 OK。哦，好啊，早上 OK， 有 OK 部分就好了啦。早上时间太赶了，太赶了哦。太早起来了，逛市场的时候他还在晃神。累不累？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好累哦。累。好累。对，好啊，那不想早起，好不好？多吃一点就是。吃很多，我正在吃，我嘴巴没有停下来。真的？嗯。你有没有讲大姐这个汤好不好喝？我觉得蛮好喝的，你觉得嘞？真的不错的。嗯，蛮好喝的。赶快去开店。要来了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很充实哎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，因为我平常就是来跳舞啊、离岛这些就是表演，不然就是真的度假耍飞那种。不是，你知道我跟懒懒有多可怜？我们都来澎湖了，他必须要在房间里面练，我必须要在房间里面写习题，必须要在房间读书和写习题。就是等于我们回到房间没有休息，我们是还在工作。完全没有办法出门呢。对，是，好累哦。但我觉得很充实哎，很充实啊，每天晚上都睡得超好。我有觉得有种睡在自己家的感觉。对，我昨天晚上睡超好的耶，因为通常住外面会有一点点那个不安全感。对，而且你住饭店没有那种回家的感觉，可是我觉得住三姐家超有回家的感觉，就是一个踏实感，你就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有人陪着你的感觉。好啦，在澎湖我们还有两天要过，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呢？
希望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够衰了。对，希望不要再发生事情了。真的不要，我们有去，是不是有人去拜过妈祖庙了？我觉得有，就特级厨师。对，特级厨师拜过。特级厨师很衰，带衰给我们。但我们觉得现在可以了，拜过妈祖。对，那也希望呢，偷懒的人不要再偷懒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鱼皮，这是什么鱼皮啊？河豚。哇，什么好？我们好坚持前锋。对啊，整台都要洗，要洗哦、车底也要洗哦，蹲下去洗。你抓不到了，你抓不到。小心，小心，等我。啊！好香哦。离岛岛屿，哎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其实从澎湖到那边可能要大概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。我刚一坐上船就想说，啊，一个半，没人跟我说走那么久啊。对啊，走那么久，已经可以从高雄到台北了。所以坐飞机回到我家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而且今天天气超级好，天空超蓝的，对，超美。现在坐到船头出台场，有一种。觉得很好玩，又有点往生的感觉，有点乘风破浪的兴奋，但又有点晕船。乘风破浪的姐姐，耶！哎，这要过30岁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节目就是一定要3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参加。啊？我说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。哦。你今年贵庚？23。谢谢，快来啦！可以回机场，可以回机场休息。我先搭飞机回台北，有一点晕呢。超会晕船的人、oh ，我超会，就一上船就开始晕了。傻眼，而且我虽然身为半个澎湖人，可是南方四岛我从来没有去过。那你兴奋吗？期待吗？多一个期待，多一个期待，还不错，因为只要一出海，然后没有什么中文跟你对话的时候，你会幻想自己好像身在国外的哪一个岛。可以幻想自己在那个国外，大概长滩岛之类的。对，可是澎湖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，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说，这就是有点出国感，因为毕竟现在没办法。对，大家如果想要体验就是海岛感觉，可以来澎湖玩。而且南方四岛听说四个岛屿玩的都不太一样。我们今天最后还会在船上看花火节，我们今天一整天就要跟船为伍。真的，我要先适应一下这个环境。赶快跟他培养感情，好好的亲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妈呀！啊，不行了。我刚刚真的吐到不行哎！刚刚是大吐特吐，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抱着垃圾桶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这次已经不适应了，我各种就是避孕。我想说你要避孕，差点讲错，就是因为
你看远方就不会晕，然后你尽量不要睡觉也不会晕。但是我这些都做了，我还吐饱哎，我大睡哎，我大吐哎，我睡觉嘴巴超开的，我自己觉得我口水流下。你居然睡得着？因为有吃晕船药啊。果然是经过大风大浪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大，超大哎，一直在吐。我的船根本是腾空了，要掉下来，腾空要掉下来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岛？东极岛。东极岛。东极岭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那个什么澎湖的时候，不是在一直跟三姐就是来往吗？对，三姐带我们去很多地方。对，三姐他们家的驻点人就是四姐，四姐在这里。天哪，四姐包的也太紧了吧！四姐你是在哪里买的啊？这很赞哎，这个冰凉有没有？听一下，这个叫做名牌 Lobenton 的。Lobenton 的哦，那我这个叫夜市买的。哦，那你的比较好。我的夜市买的。夜市。那我们一起，我们澎湖没有夜市。就是那夏天才有一个观光夜市，我这是淘宝买的，淘宝买的，要玩多久？要玩多久？这个的地方的建筑物是让你们在马公本岛逛过，或者是说在这些离岛的部分逛过，它的建筑物是不同的。以前这边在日据时代是我们澎湖所谓讲的小上海之称。小上海这么热闹？在繁荣的时候，在早期我们台湾的所有灯塔，澎湖的这一支灯塔。上去看的这一支灯塔，它算是国际的导航，所以它这边算是一个中继站。当然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就有一个好处，来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属于在做生意的，所以不管你要卖它鱼啦，卖它菜啦，卖它东西，它都怎样？哦，当然。你共攀了哎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们在这边的当初的一些人的经济，他们都很好，所以他们盖的房子。就是要越来越向往，让人家国外人来的时候觉得，哎，一堆新奇的房套。所以他们的建筑，你给他注意看。等一下，如果经过一些破旧，它的门水上面都会写商行行号。哦，不会写门牌，是写行号。对对对，哦，好酷哦。他们都在做生意，在他兴盛时期的话，有一两千人。哇。可是现在在衰落的状况之下，当然剩下多少人？让你们猜猜看。我猜有猜一两百。现在剩下二十几个人而已。啊，那其他人呢？现在因为人口它需要混口饭吃嘛，所以当然怎样，人口外流。外流。因为当地的居民他们本身现在海域也会禁渔，就禁海。嗯。那本身有一些东西它都不能再捕捉，所以又成立国家公园又不能放网。嗯。所以怎样，这种慢慢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。生活了，对，所以大家只好到台湾投靠。哦，所以东极屿它本身65%以上的人口都是往台湾的地方走。哎呀，这楼梯，哇，好大啊，很大格哎。快点，上面视野比较好。啊，我来了。我看到那边可以瞭望哦，在这里还蛮漂亮的。我好饿哦。
因为你刚刚把所有东西都吐掉了。我真的吐了超半桶垃圾桶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，来来个岛啊？这是什么岛啊？这什么岛？东屿。东屿坪。东屿坪。东屿坪，然后世界家就在这里。而且刚刚一上岸的时候，我们就随便对一个路人就讲说，哎，我们要去世界家。他说，他甚至是偷听我们的讲话，然后在后面说，哎，我带你去啊。哎，对。随便的人都知道师姐是谁，不是，他是去接你们的。哎，不是啊，他在那边，你刚刚发现吗？他有上菜。刚刚就是，可是这里我们沿路走过来，就只有看到师姐一个人，他们一家而已啊。就是这个岛上只有他们一家人住在这里。没有啦，哦，有别人，有别人。师姐只是比较靠海，然后名声比较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刚刚就有上网看了一下，发现这里竟然是什么台湾的马丘比丘。马丘比丘是有那种梯田，有没有？在后方有那种梯田，很漂亮，应该是可以拍出很多美照的。哎，好期待哦！想必我们化妆师要主动拍美照，但是因为肚子非常饿，所以要先在师姐家放饭。对。Ready 要下去咯，我准备拿着救生衣，你准备拿蛙鞋。我们要耍废，我已经想好。没有，你已经要带上蛙鞋了。你一定要带上抓海胆，可以抓海胆。他们说这也是可以合法抓海胆，但是海胆要八公分以上，大家才可以抓。对，而且小朋友是不能抓的。没错，而且这海胆它是什么时候开放？它7月1号才开放。超快，超那个，超最近。那我们很 lucky 哎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抓海胆，抓海胆的话要戴手套，手套亮出你的手套，在这白手套。但我现在行动有点困难，因为我穿了四件。因为有防寒衣，因为我们先穿了比基尼，然后外面穿了水母衣，水母又没有穿防寒衣，然后我现在穿救生衣，所以我总共穿了四件。没错，因为我们要直接上草肩带，你知道直接上草肩带的话，我们就是我怕我们穿了比基尼在那边捡贝壳会吓到当地人，就是。好险我涂得蛮干净的，我在还是会紧张，我很怕他们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。就是因为他动作很大，你知道我们比较活泼，对。然后要是不小心怎么样了？所以我们一定得先穿着水母。我是不介意我会不会被看到啦，但懒懒我挺介意的。懒懒的话，你们可以帮我偷拍吗？喂，我那个会拍，我自己也有一台哦，真的假的？好。所以你很常浮潜吗？兰，我只要出海岛玩都会浮潜，去国外的时候。哦，真的哦？哎，你已经先带起来了。对啊，我懒得再下去用。这是一个，可是这样不会先起雾吗？在路上的时候。我说泡完海水再带。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先这样。好，那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啊，我手套，还有救生衣。有救生衣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往那边走。要抓，你在我后面的抓。可以直接吃掉，我有虫子。好好吃哦，哎，很好吃哎，快要吃，好吃哦，甜甜的，好吃哎，好吃的，看不起我，这个，哦，看起来是怎样？真的吃啊，这假的？海葡萄那样吃吗？觉得很咸，就是代表你没有吃到海水。因为它有很多海胆，这个长久了，是一个这样。你现在跟我说话吗？来了，不是，你要玩它哟。哎，
吃起来好像葡萄哦。啊？吃起来超像葡萄的。好啊，不要乱摸哦，关节会受伤的。是看自由潜水吗？我把蛙姐给你看。不要，我就是来耍废的。啊，潜水在这边很好练哎。对，因为它这边很浅，然后水流很平缓。对。可是还是不可以离水太远。我们把它，哎，我怎么把它放回去？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丢下去。一堆，就是水下很清澈，然后我只能说就是穿防寒衣真的是穿对了，因为我从到尾耍废，耍废耍到不行。心得心得，赶快讲心得。我刚刚唯一一个惊吓就是，我以为我遇到水壶在我眼前，结果发现那是我的刘海，我吓死了，我吓呜呜这样狂拨，我吓歪。因为他说只要被水母叮到脸，就是会变香肠水，才不要。这样很好，不用工作。而且你的眼影完全没有掉色，很好练之前。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珊瑚，我之前浮潜都没有在看珊瑚，在看鱼，因为珊瑚不够漂亮。但这边珊瑚超美的，它是脆是甜的，好吃哦！天啊，是不是甜的？你第一口下去是咸的，是因为它是海水。那你后面你就甜的，自己挖自己吃嘛，同意是吧？好甜哦！反正如果你像等一下用姜啊、姜汁啊，还有那个瓦萨比啊，它下去就好像你要再吃盖饭了。来，我喂牛啊！他已经吃好几口了。你吃好几口了？没有啊，刚刚他有吃一口，他想吃。这是鹅啊？对，刚才的。可以直接吃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好甜哦！赞诶！奶奶在干嘛？有抓到吗？我要把他们逼到搁浅，我就可以抓到他们。逼到搁浅，逼良为娼。你都快逼到这里去搁浅。坐在这边，我见了。哎，超快成功的哎！没怪，刚已经在这了。可恶啊！我手受伤了，挖仙科的时候被仙科割到了。我现在不能下水，好可怜哦。好，我要赶快放生他了，他想跟我握手。那放哪里的？放着他就放着他就走了，他跑得比你小心，你放那边他会比你还快。真的是在裤子里面，我厕所都还没上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他是你在上厕所那里抓到的，他应该还没上，没上，你还没上，没上到好不好？所以其实平常还是住本岛，只要有客人才会住在东京。对对，夏天几乎常住这边。哦，你手这样的话，他压着面筋就下去了，快放出去哦！好可怕。对，好，我要下去了。你再喊下去之后，是不是还站在？我真的要下去了。我知道你要真的下去。
加油！不要不要不要攻击我！往上拉住这女孩。好嘞，绕着天，绕。胡言乱语。手加油，不要再跳下去。好，我要替自己加油。看完就下去。应援完，应援一下，快点。好嘞，绕出去，总冠军。哎，成功了！魔鬼海胆好吃吗？你有去过北海道的话？哦，北海道就是魔鬼吗？对，只是它很小颗，所以我的海胆很好吃哎。对，啊，所以我女儿在说，妈妈，我们就去那边卖这个北海道的魔鬼海胆，就是越吃味道就出来了，好甜哦。这里有什么人敢吃海胆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傻傻的喽，笨笨。行程真的很胖吗？就是胖胖，就是吃的很胖，吃的很胖，很胖，就是一条龙。对，而且不是只有行程一条龙，他们就是接待我们的兄弟姐妹是一条龙。对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的，没有什么人，真的没有人挤人好吗？因为他有固定的人数，就是他的房间有限的，对，所以等于如果今天只有三组人，他最多就这三组人，你不会像去哪里一样都很人挤的，对，然后整个海域就 only for 我们，因为澎湖其实算是绿岛、蓝屿里面三个岛里面最大的，对，所以能选择的东西也非常的多，然后东西也好好吃哦。好，我下次还要再来，我要自己来，不跟这些臭男生来。